们现在来到了一个，这叫什么算术房间是吗？一加一等于几？这边呢可以打一个记录点啊，说明这两个里面两个答案，你看都等于二啊，废话嘛。所以这两个答案里，我猜啊，应该有一个是坑人的。我们男左女右，我差点走入女厕所，进去看一眼，哎，哇塞，这里有这么多的房间啊！来这里再看看，哇塞，这不坑人吗？好不容易跳上去了，然后从那儿掉下去了，所以果真是从左边上啊。来吧，左边四个啊，四个之后呢，又出现了几个门啊？我们看看啊，这儿有一个门是掉下去的，这边呢其实就只有一个门了。来这儿再打一个啊，然后这写着什么？坑爹，坑爹，这两个地方是可以上去。哦，岩浆，哇塞，这会死吗？并不会啊。诶，嘿嘿，直接蒙出来了啊！这边是两个神秘通道，先走一下。哎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，别一会儿迷路了，先出来，然后再来打一个标记点，按下开关。为啥要按下开关呢？按下，按下，哇塞，给我们弹出来了一个开关，哇塞，神了啊！那我们是不是要从这儿再出去啊？看看啊，走，从这儿出去。哎呦，然后我们从这儿掉了下来，这里呢不能从那儿走，咱还原路返回吧。原路返回的话，我们是从这个进来的对吧，男左女右嘛，对。好，过来之后再从这儿下去，下去之后这个门我们就可以给它彻底的打开了。哇塞，如此坑爹，两个门，什么玩意儿？哇塞，我见过坑爹的，没见过这么坑爹的。走，还得找什么南左，那就是这儿，然后再从这儿。左侧坑爹我们去过了，这次去右侧坑爹，全是刺儿，快快站回来，站回来，死了。哎呦我去吧。然后呢，哎，这是哪儿啊？按下开关，这不就是刚才推出那个开关的地方吗？这里没有啊，是不是要让我们从这个这是一个迷宫啊，走一走试试吧。这儿又出现了一个门啊，哇塞，刚才那钥匙是不是要用在这儿的？完了，我们可能又浪费了一把钥匙啊。在这种特别是坑爹类的解谜地图里面啊，如果你丢了一把钥匙，你很有可能就再也无法找到了。要的我们都自己都晕菜了啊。哇塞，这又是哪儿？哇塞，咱们又从这儿出来了，那这下来是什么地方？哇塞，虚空。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儿走啊。哇塞，这完全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提示的迷宫啊，真的是坑爹极了啊。然后又走出来了，我去吧，这让我们怎么打？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把钥匙，结果还是个双层的门啊，坑人无极限啊。